人大家好。好，我就这段来分享，就是如果说只要就讲到开关的部分，那因为其实我接触超级生命密码其实是在富有讲座那个时间点，去年四月，富有讲座。那其实我也没有算过说我进来的时间一直到现在到底有多长，不过上一次上完精英会的时候，我在电梯里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在讲说他进来的整个历程跟遇到一些状况，对，有什么样的改变。于是我就回头就想一下，我记得我参加完讲座之后，刚好其实我进入超级生命密码也是我进入这一个新的工作同一时间，是同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进到这两个不同的，一个是工作环境，一个是学习系统里面，所以其实我压力非常的大。然后也因为其实第一次接触像这样的系统，然后我觉得非常的不一样。那在我工作上面真正产出的变化是我的人际关系跟我的，就是大家会比较喜欢我，因为以前在工作上就是比较独立作业一点。那也因为进入了超级生命密码呢，我细数了一下我工作上面的成绩单，那我自进入之后就是参加了106年跟107年的新人业务大会。对，那这个业务大会是全台北北区的部分，就应该是全台湾的新人组跟就是业绩比较亮眼的，可以去参加。107年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是刚好我在一个完全就是其实业绩的部分就是一直都是持平达标，然后突然有一天就说公司就是指派说要指定我去参加107年的业务大会，那是与经理就是一起去高雄参加。那这样子之后呢，其实又参加了一个也是一样一个分享会，也是新人的分享会。那这个演讲大概就是有200人可以就是入座来听我讲40分钟的一个，对的一个心力路程，一个工作上面的转换。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种种在我以前的工作上是没有的，那包括就是自己的能量的调整，然后包括整个业绩的持平。虽然业绩是持平，但是重点是我觉得同事之间跟客户之间都越来就是越多人就是会比较喜欢我，比较亲近，会比较讲心灵的事情，这是我在人际关系上最大的改变。对，那我觉得心门要开是说，其实我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是半信半疑，只是我细数之后我发现就是我拥有的比以前的还要多，主要是我接受，因为我接受我以前不好的跟我现在可以拥有的。然后其实在一个不同的分享是富有讲座之后，我有去参加那个应该是实作实修，对，然后那一天我们有去做忏悔。那其实因为我在婚姻上面呢其实有触礁，那我跟前夫关系非常的不好。那其实那一天我忏悔过程中我非常的难过，对，那我有在忏悔的这个跟负能量忏悔我前夫之间的关系。从那一次之后，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跟我前夫关系非常的好，而且他也再没有为难我，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对，这是我真的感到不一样的地方。对，我想跟大家分享，非常感恩嘉伦的分享，因为我认识他这段日子以来都不知道他有这些故事，也不知道他有这些非凡的成就。那有时候呢我们都要等到年终结算的时候才要来结算天地的恩泽有多少，但是早上跟我们讲的是说渺渺感恩。那我相信呢我们呢是不鞠躬，我们所做的呢事实上呢我们是不计较也不用去算，但是天地给我们的恩泽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算得出来。那我觉得嘉伦呢在我看起来呢
哎，我刚刚听他这样分享，讲到他婚姻的部分，我也吓一跳，因为我觉得他那么美丽，那么可爱，那也就是好像遇到这样的事，只是遇到某些经历呢，对我来说，哎，可能我们是难以想象，但是在每个人的生命地图设定里面呢，他可能就是会遇到，但是遇到的时候，谁有办法？一般人都是无力回天。那现在他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能量，能够转动。而且呢，说实在的，从嘉伦他的眼神，还有他的能量场散发出来，你会觉得他更加可爱，然后更加就会有一种喜欢他的那一种感受。人家说长漂亮很重要嘛，对不对？但是长那个缘分更加的重要。我相信呢，这个缘分呢，不只是我们结婚的时候要买多少包铅粉，都是换不回来的。那个真的是要靠天地之间的释放能量才会有的。然后呢，这边呢讲到要把某一种开关打开，我觉得真的很难很难。因为呢，早先呢在学习当中就是很希望可以，那但是呢，这个有两个部分，一种就是要会通，那有一种就是又要看得到。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挣扎当中呢，很多人呢，他可能精神状况就会出了问题，或者是他的生命的能量场呢，就会出一个问题。那在这边呢，我一直很希望天地开我一个开关，就是突然大家头抬起来，我很希望可以有一点智慧，就是更聪明一些，更有智慧一些。那个有一天呢，就是在导师离开台湾之前，我听到导师呢，他讲了一个四诗五十颂，然后我也是这样头就马上抬起来，跟大家一样，哇，《山河经》我觉得醍醐灌顶哎，很重要哎。那以前呢，听到没有感受，也不会做，就像导师不管讲几次沐浴心法，没有做就是没有做，因为老师讲他的，我们左耳进右耳出。那但是我那一天，因为我很渴求，我也是这样马上头抬起来，眼睛睁很大这样看哦。然后接下来啊，导师带我们做共修课后的那个心法，说就有讯息，就有声音告诉我，这个回去要好好念，很重要很重要。那果然呢，我回去呢就诵念这个四十五十诵的时候，真的哎，我觉得我好像又比较聪明一点点，就有一些开关呢就有稍微打开，在想一些事情的逻辑又更加的通，而且呢又比较有一些好的 idea 这样子，然后有一些善缘啊贵人啊就更加的丰富。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呢，更神奇的是，是因为因此呢从一月份到六月份呢就有一个咳嗽，一直呢就是好不了。那我每次都很注意听听看别人有什么偏方，还有像我妈妈啊，我就注意看他吃什么，因为妈妈会分享他四十年咳嗽完全好，他吃什么怎么弄啊？但是我都只会好到80%，但是很奇妙哦。虽然我也排队去庆什么堂买了一罐枇杷膏，但是我回来还没有吃哦，我只是念了一遍四十五十诵哦，我当下就好了。然后之后那一罐就变成保养跟好跟甜食这样子，所以啊。导师的课程呢，虽然导师在轻描淡写当中，他可能在谈笑风生里面字字珠玑，句句都是能量。